大早就起来。这次住的澳门巴黎呢，我特别订了家庭房，然后家庭房就是有那个小孩子，就是上下铺那一种。这是第二次去澳门巴黎人了，还是很想再去，我就觉得一定要带小朋友去。我们今天要去哪边？你要带我游泳去吗？有啊。好了，我们在坐免费接驳车。快到了。每天到这个时间，六点半都会放音乐，放嗨歌。他们的大厅不一样，上往下看好好看。好，我们进到饭店了。上次呢，就是本来是排那边，是人很多，然后还好我们这次有办理快速通关，要来要记得办快速通关。房都无法看到铁塔，因为它房型的关系，但是这边看出去也很不错。非常符合我爱拍照的，这就是像那种小厨房一样。哇，这是按摩椅跟电视。最大的一间房也是在这层楼，但是这个它就是这时间都订满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叫什么管理？什么？就反正界面都在这边。可以观察里面的空调，现在二十度有点冷。对，坐位置。有人可以调整灯光。房间也有管家。那你跟妈妈有没有一样？有，一样的海军风泳衣，对不对？你看镜子，因为男生没有这种，找不到这种。对啊，你裤子上是什么东西？泳裤上。愤怒鸟。好，那我们要下去了吗？要。够了吗？要。好。
Culi 藩王国。Culi 藩王国这边其实虽然说小，真的也不小，也是很大。然后前面有这个扭蛋，而且这边很多扭蛋是真的很特别的那种，连我都想要玩，平常都没有买到的这样。各种不同往下滑的溜滑梯。这边就可以玩了，都会播放各种卡通，然后还有小小朋友区，然后这边也有派对室，就是玩派对可以，就是在里面。那往外走呢，户外的旋转木马。然后哥哥要写什么，他不想给大家看，但是他等一下挂上。哥哥锁在这里。你笑得好假哦，对吗？假的呀。都你很吵。很奇怪哦，这个你够吧？啊，这饼。好假。雪菜肉丝、萝卜丝饼、芥蓝。我跳。应该不要买早餐券，然后直接吃午餐，因为它午餐十一点才开始。今天的带家人，要坐那个电梯上去。多长？都跟我对了。螃蟹可以吃一点。是哦，天哪！那巧克力吗？还奶吗？可以收吗？再把它拿出去。有啊，去吃。慢慢去吃。好大一只。澳门的高美，旧的。高美，旧的，就是不是新馆哦，新馆就没有这种。哦，有没有？很美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看这个，之前一直想来看，但是没有来看，现在终于来看。其实它白天跟晚上看起来不一样，因为白天就整个很梦幻，晚上的话因为它就有灯，看起来就是整个感觉就不同。这个广场除了就是拍照看起来很漂亮之外，然后也都可以坐在里面好好的欣赏。餐厅里面，但是好像又
酒？喝酒。你的大。站这边。啊？那一定会点精彩。蛮厚蛮大的。汤汁还蛮鲜甜的，会滴得到牛尾。牛尾不是很烂的那种，有点热。个人是比较喜欢烂的，不喜欢热的，但还不错啦。白天在路边就是照了。那就这样了，要回去了，拜拜。你是故意给我看吗？哎哎哎，是故意给我看吗？啊啊啊！给我看吗？怎么那么可爱？嗯。